好。You have fun, right? 有没有交到新朋友啊？有啊，没有的话，赶快，如果你座位前后左右还不认识，再跟他打一下招呼。好，大家很累，早上还蛮晕。好，那，各位知道我们其实今天所有的议程都有及时的这个共鸣，包括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Lightning Talk， 其实这边都已经有一些 summary 出现了。好，那这个网址如果大家没有看到的话，会在哪里？我也忘了，反正上网复查一下。那好，那基本上希望大家今天有得到一些有趣的 input， 然后有找到有趣的分享自己的想法、新 idea， 然后交到新的朋友，觉得可以帮明天多做一些事情。好，那轩都在这边，然后今天已经看到 Twitter 跟 Facebook 上面都有蛮多的发文，还有图片之类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 hashtag 去回馈一下。好，那其实今天早上有稍微讲过，我们这个活动在八月29号有讲到，讲这来自9个国家，然后我们大概600个人参加。好，那但是更厉害的是，我们有超过100位的工作人员，让大家给他们一下掌声好吗？天气风险、网络行动科技、KDLUS、E2、Sunlight Foundation、Hopeless Project、经济民主联合，然后所有的其他的伙伴。那我们今天有同步口译的这个服务，那希望大家觉得是有帮助的。那口译的 team 非常非常的热心的八位朋友支持我们，我们也再给他们一张。所以不知道大家不习惯还是怎么样，总之明天要来 propose 一个想法，然后大家一起讨论。好，那其实我们有一个影片，给我们看一下。开源，那希望大家
今天有开心到，好，有交到新朋友，谢谢。最后，我真的要非常感谢这一次的工作人员哦，在一百位朋友，那很多是科技抗的工作人员，然后有 GED 的朋友，也有志工哦，那也是一个中这个团队里面一百人是一个跨界的一个，我都讲不出话来，我那个脑袋已经充满了各种的那个讯息哦，所以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工作人员，好不好？更多的成果 ，engage 更多的人，然后我们2016年再来之后。